怎么样，家人们？有点凉。我这个造型，我把粉丝们都认不出来了，怎么办？羊肝要不重复了才怪了。哎，想多了，还可以呢，其实还可以。被你伤心又伤感，好想到你家做客。他们说想来我家做客，欢迎，欢迎，顺便帮我干活。勤劳是美德，对呀，我喜欢这句话，对吧？靠自己双手得来的，不丢脸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还是不是？虽然形象不是很好，但是呢，下面的话留给你们。但是呢，这就是真实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真实的我，这是我在老家的。
你看这天空，我的妈呀，绝了，绝绝子，是不是？一等我都好白呀，天哪！哇，你们看这个天空，家人们，看得到吗？哇塞，哇塞，这个天空好，好好看呀，好好看呀。啥子啊？嗯，对，我等一会儿把这上面风暴宝把这收了，我就去煮饭。啊？我还想喝奶茶。直播间都有人说喊我盖上来盖上灯，我现在没有在成都，你县城有8公里左右。外卖不能送，好酸啊！这个女儿。肚子过了，对啥？谢谢诗雨送来的加油呀！漂亮，拉宗师吧。